我现在念出了这些名字：星期三3点，补课 ，Peter Chan， 就不能写这种名字啊？。下午还补课吗？你父母呢？我 parents 不在。他们经常出国。这。吃完你懂得从这里回家吗？懂了。家树。校长找我。Can you please tell me what's going on here?